请帮我记一下这个时段，我录了个屏，微信上发给我，谢谢。接下来开的钥匙。5:15:15凯凯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。事事顺意。跟所有的烦恼 say bye bye。跟所有的快乐说。5:15:15小试试啊，基本上如果人少的话我就早点下，人多我就多播一会儿。
检讨啊，我敲击音做得很不好，我换一个麦克风，我们练练敲击音啊。
叫东西了，老林，见外了是吧？不把我当自己人了是吧？谢关注。什么时候开的盒子啊？洗个头吧。